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讲义里面的四至五页，啊，因为刚才我们其实这个牵涉到大圣三系啊，那我想在这里，因为有人在问到，那我想把这个部分再稍微讲清楚哈。其实当然唯识系有唯识系的一个修行的过程，那么以虚妄性空为名系也有虚妄它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在般若经典里面来讲的话，那么是透过发心菩提开始的，对不对？之后呢是什么？福心。啊，然后呢，见到了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叫做什么？明心，明心菩提。那再下来呢，就是初道菩提。到成佛叫做什么？究竟菩提。所谓的究竟菩提，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大概就会有所谓的什么般若道。跟方便道，所以我们说，如果以般若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来说的话，从凡夫众生一直到成佛的过程，我们说叫做二到五菩提，有没有？啊，二到五菩提，啊。那么就是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初道菩提，然后到什么究竟菩提啊？究竟菩提。当然，如果是以般若中观的系统，它这个明心有时候会定到这里来，就比较高标准的要求。然后如果定到这里来讲的话，那这一段就叫做般若道，上面就叫做方便道，一样意思，只是这里。要把它拉长一点，就到这里来。啊，会有，其实这有两个说法。般若系比较定在这里，但是唯识系很清楚的，它是会定在这里，就是所谓的什么？以唯识系来看的话，这里叫做什么？见到位啊，这个叫做修到位，有没有？成佛叫做什么？究竟位。好，那在这个之前呢，也一样，他还是要透过发心菩提来的。那这里面呢，就有两个位，叫做什么？资粮位跟加行位。好，资粮位跟加行位，往往常常会是把资粮写在下面，把加行写在上面。当然，因为我们说这些文字语言或者图像，是不是都是一种工具啊？这个工具也只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说实在，以资粮位跟加行位是不是要共同，是不是要同时进行啊？还是把资粮完毕再来修加行？不是哦，是同时，叫做福慧双修，有没有？啊，福慧双修，所以呢，也要修资粮位。就是在修什么福报，但是也要修什么加行位，所以加行位上就会有所谓的暖顶忍是第一，然后怎样才见到？它为什么叫是第一？等于是这个在世间法里头，它已经到了最上面了，冲破了是第一，是不是就出去了？叫做超凡入圣嘛。好，那我们这样子来对照的话呢？啊，就有人就问到说，啊，当然我们说以这个唯识系来讲的话呢，它比较众相。所谓的众相呢，就是说凡情有凡情，凡夫有凡夫所看到的现象，圣者是不是有圣者看到的现象，乃至于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十地菩萨的
圆满，乃至到成佛，他所见到的现象是不是都不同？那越上面是不是越平等啊？其实是越平等的哦。能不能上得去的关键在资粮还在加行，在加行。你看这里波瑞道，光修福报是不够的，光修福报是上不去的哦。六道的众生是不是都有福报的众生啊？堕到三恶道里面有没有福报的众生？一样有。哎，畜生道是不是还是有那种福报很大的众生啊？一样有。到地狱道阎罗王他也是福报很大的，对不对？所以光修福报是不是每一道都有可能啊？修智慧的话，所谓的修智慧就是让我们搞清楚我如何不要到三恶道啊。到三恶道会如何？因为没办法再修行，它只是长寿业报嘛，对吧？那尤其在佛法来讲的话，那么善道里面是不是就剩下天人阿修罗啊？那阿修罗其实又不够圆满的，是因为他嗔心很重。所以有时候讲六道是不是这个简略就叫五趣啊？所以只剩下两个善道嘛，就是人道跟天道啊。那以神教色，以几乎其他的宗教都是神教色彩重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难点，就是说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哈，难免都是会体会到人力有限，对不对？所以我们碰到人生的困境，我们是不是会希望能够超越人的能力去寻找，比方神力来加持，来帮助，乃至于说我们就算是学佛，啊，如果我们对法义不了解的话，诸佛菩萨跟神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啊？因为我们那种差距是不是透过法义才会理解啊？如果这方面不够的时候，纯粹信仰是不是很容易结合？纯粹信仰的话，我们很容易去跟什么神道结合的，因为宗教本来就是一定要有信仰的成分。这种信仰的成分，我们所信仰往往都是超越自己、超越人道的嘛，对不对？比较是超越人道。所以佛法难也难在明明知道自己我们其实能力是有限，人生是苦的，但是啊，佛啊，这个人间佛教的观念反而愿意安在人道，哎，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认为说，哎，我们在人道，也因为知道苦，才晓得要修行；也知道生死苦迫，我们是不是才想要解脱？对不对？也知道在人间里头还有很多悲苦的众生，所以愿意行菩萨道，是不是反而在人道里头才有机会？那在人道里头有机会，这些观念是不是都还是来自于佛法？来自于慧学哦，所以呢，唯有透过智慧啊，那么才有机会怎样提升，这是很大的关键。当然，以为是在加行位有加行位上的修持方式，但是呢，往往在过去或许啊，这个资讯还不是那么发达的状况，我们所学的有限，所看的有限。那么我们可能如果终其一辈子有机会深入为是，已经很厉害、很了不起了，对不对？那可能还是用这个方式，但是要到，因为关键会在这里哈，因为要到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它是必定要用什么？要用因缘法才到得了，用现象是到不了的，能理解吗？这是不是要透过因缘法才到得了？这一定是透过因缘法才到得了。那般若道上是不是就是在因缘法上加行用功的 啊如何的福心？是因为让我们的心不要去着相啊。如何不着相？是不是就是要升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心？也唯有透过这个其实才可能上去的。修福报呢，只是我们如何上去的这个关键在智慧，不是在福报。但是福报是不是会带着一起走？会，福报是跟着智慧走的。所以如果我们只修福报而没智慧，会障道，反而障道。但是如果福慧双修，福报是不是也很好用？好不好用？行菩萨道上是不是也需要有福报啊？啊，其实行菩萨道自然也会有福报嘛，因为利益众生当中，是不是他所得的福报也会很大？但是菩萨道一定要悲智双运，有没有？不是只有慈悲心啊，智慧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才有机会往这里来。所以以我个人啊，这只能说我个人，我们理解了唯识的种种现象，
那么在这里呢，如何到达这里？好，尤其我们以凡夫来说的话，这个关键点是不是我们？好，当然这个还很早很早的事情，但是我们起码这个方向一定要认清楚，是不是？那是不是就是要经常的用波瑞来怎样福心？之外，当然还是要修福报，是不是还是要修福报啊？资粮位是不能省的，家行位上我倒觉得直接用这个最好，它比较利落一些。如果我们很能够很正确的理解性空的话，这个利落的多，不用去弄一个相，再来去破那个相，再去用因缘啊种种的关照，这个直接就用因缘法嘛。这是不是直接就因缘的什么？就是缘起性空啊，就是性空，对不对？而来看现象。我们透过性空来看现象，这些现象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执着。因为透过性空来看现象，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现象是不是都执着不来啊？随时在缘生缘灭嘛。我们到底哪一个相是可以把它抓住的？没有一个相抓得住的，乃至没有哪一个点抓得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得住哎，是不是这样？直接用这个，但是还是要修福报的。所以波瑞道方便道上其实还是要修，因为菩萨道六度万恨，是不是还是要修福报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之前啊，我们透过唯识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凡情所现的现象，一方面让我们接受自己的现象，再一方面去体啊，去等于是去应该说去体会众生所感受到的现象，那这是不是也有助于菩萨道啊？所以这两者其实是不是可以相互的对照起来啊？因为同样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嘛，但是在正常唯心系上呢，这个次第讲的少了，因为它很简单，就是一颗摩尼宝珠，但是如何在这个上面，这个理论上少，所以它为什么成系也晚？是不是还是理论上少啊？啊，像大圣起信论也很重要的一步啊，尤其在真常唯心系。大圣起信论哈，尤其导师在讲大圣起信论的时候，是从佛法时期啊，乃至于说是从各个部派来比到什么性空为明系，比到虚妄为识系，然后再来讲真常唯心系。所以导师的性空为明系哈，哦，实在很难读。不过快要可以出版了，我终于改好了，那个稿子改好了哈，就有机会出版了，嗯，真的非常困难，啊，所以呢，那个真常唯心系，因为它的那个学理的成分并不那么高，所以它反而在次第上比较看不出来。不过我们说真常唯心系还是很好用，对普遍的大众来说，因为普遍大众来说的话，都是不可能说大家聚会，然后。长长久久的这样子，完全这样子聚会是不是很困难啊？哦，偶尔一场演讲两个钟头，对不对？四个钟头、八个钟头，要延续性的很困难，所以只能讲简单的。但是简单的起码让我们先保有什么善根福德因缘，那就是先种下这样的种子，将来是不是它还有机会啊？就是让我们所有众生都还有机会继续。学习并不是有不是吃了这颗定心丸就安心了，然后什么都不用做了，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是希望说起码我们先种下了善根因缘的话啊，所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透过图像，再一方面因为这两个系经常的啊，我个人会觉得这两个系是非常好用，尤其导师也告诉我们，在印度来讲的话，这两个系统是不是很重要的两个规则啊？一个从现象，一个从法性啊。对不对？这个比较从法性，这个是不是从法相来看？好，那关键这些现象如何，其实还是对法性的理解到什么程度，它所现出来的相就不一样，对不对？就像我们说，哎，爬到多高看到的现象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所以我常说，应该要提升我们的什么生命的品质。这是生命的品质，不是只有生活品质。生活品质提升了半天，是不是还是会有死亡的问题啊？对不对？啊，生活上我因为我们容易着相，
容易着相的关系啊，所以呢，其实也难免都会有很多的痛苦、烦恼种种啊。但是呢，我们说在现象上，不管在获得多少，是不是它还是不稳固啊？从性空是不是可以理解它还是不稳固？它不过只是缘起的现象而已。缘起的现象就是怎么样，会缘生也会缘灭。好，所以这也是提供哈，因为我们在上节课也谈到说，其实透过唯识，是不是它还要透过破才到达得了什么涅槃的境界？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就是诸法实相的现前嘛，对不对？啊，唯识说这个叫做什么？圆成实相的现前。好，那真常唯心系常用什么？真如的现前。好，所以它不同的系统其实有不同的什么角度的切入啊。如果能够灵活运用三系都非常好，并没有说啊这个究竟了义只用一个系，其他两个系都要把它舍掉，并不是这样啊，要善用啊。啊，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是为了要去怎样适应广大的众生。因为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是不是希望能够怎样让我们有菩萨道上的资粮啊，对不对？哦，菩萨道上的资粮是不是也要学得十八般武艺啊？啊，不仅要随顺众生，还有个随顺我们自己的那个根性，是不是也变来变去啊？会不会变？会哦，一段时间价值观这样，一段时间价值观那样，啊，一段时间学的是这个，一段时间又学的是那个，会不会变？变哦，扪心自问是变。为什么？性空的缘故，其实就性空嘛，是不是性空的缘故啊？无有定法，是不是无有定法？哎，所以所谓的菩萨道上真的去利益众生，是我们啊真的要广学，要多闻，对不对？啊，之外其实也在针对我们自己多变的什么过程。修行道路上会不会多变啊？会啊。啊，但是如果我们慢慢慢慢的去寻找到生命的主轴，其实我们就反而很笃定。所谓笃定不是固定不变哦，而是去比较去感受到那个佛法的本质的这个部分啊，属于正法的部分啊，去体会到因缘法的可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心反而安顿在因缘法上，是可安顿的啊。尤其像唯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我愿意安身立命是从唯识学所感受到的，之后再跟性空啊，再跟波瑞去做这样子的对照，更是会让我觉得哎，就是这样子一个条道路很清楚明白的，而且是多少的经典论点都如此的讲啊。啊，尤其到大乘法啊，大乘法当然我们说它很重要的法源是不是来自于佛法啊，来自于欧海，来自于原始圣典，但是到大乘法它是不是整个组织架构的系统才完善呢？其实才元首的啊，所以会觉得哎，这两个系统说实在是非常好用的啊。因为当我们去理解这些，其实会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啊？意业、身业、口业，这是不是都是我们那个啊，这个去造作业力的泉源啊？哦，就看我们的因缘怎么去耕耘了嘛，对不对？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秘密大乘佛法哈，还是在我们的四支五页的最下面。好，因为我们的四支五页从佛法谈到初期大乘佛法，到什么后期大乘佛法，然后到最后的叫做什么秘密大乘佛法。好，所以呢，以秘密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呢，这比较属于适应神学的如来藏。啊，就说所谓的如来藏啊，我是这里是不是比较谈我了？啊，因为真常唯心系啊的这个如来藏其实是比较我的观念，但是对无我是不是也要有一些交代？啊，好，所以呢，比较属于适应哈、啊，就说如来藏我佛性乃至于自性清净心来说的话呢，啊，也比较适应哈、啊、神学啊。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有没有？是不是无始劫以来就本有？所以叫做佛的本有说，佛的本有说，这个是秘密大乘佛法的所依呢。啊，
那在中国来讲的话，天台啊，这还有贤首，就是华严啊，华严宗、天台宗啊，那么也都依此而说生佛不二的圆教啊，因为中国人其实是喜欢最后的圆教，会觉得那个是最圆满的啊，最圆满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中国其实会比较什么真常唯心系的成分是很重的啊，因为对空啊的接受来讲的话，虽然我们在这个西元1世纪就开始接受什么初级大乘佛法，但是我们对空啊甚深的这个空义的基础比较不足，因为没有前面啊这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基础，一下子雍容就接受到初级大乘了，是不是？这方面有翻译过程上的问题，再方面我们中国啊是个文化古国，有我们固有的文化，我们比较会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在对空义上面的理解，说实在，在汉译的系统它比较迂回而曲折啊。等到它这个系统比较圆熟的时候，慢慢的会中国人比较走什么综合学派、综合性的啊。啊，当然这些可能在啊导师其他著作里头也都谈过啊，所以呢，导师啊帮我们把大乘分成这三个系统，说实在厘清了很多的观念啊，比较清晰啊，比较清楚啊。好，所以呢，在4至5页的右边有没有最下面哈？如来有神我的意义啊，比较有啊，比较会有那种神我的意义，而且在胎藏呢有。啊，神话渊源呐、啊，所以如来藏我的思想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啊佛法跟初级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其实有相当的距离，是不是有相当的距离啊？它比较离开了所谓的什么因缘法。我们的佛法时期初级大乘佛法是不是都以因缘为主啊？佛陀在世根本佛教时期讲的是不是还是因缘法？其实都是因缘法，到初期大乘还是讲的因缘法，当然到唯识它已经是后期大乘了，啊，还是它因缘法成分还是相当有，但是到了真常唯心系的因缘法的成分越来越少，因为简化的缘故，啊，所以会有相当的距离哦，啊，所以如来藏说呢会比较有什么印度神学的意味，啊，而教典的传出。啊，因为这个是从西元5世纪以后了，500年以后了，正是印度教复兴的时节。啊，这里少一个字。啊，如果解说为适应信仰神教我的一般人的方便，应该是正确。就是说，他不过比较是提供什么信仰神我，因为这个我是不是容易跟神我结合到一起去啊？哦，反而容易结合到一起去，而且它简化，而且这个如来藏它也还可以扩大，它一样可以扩大的，不是只有小小一颗。当我们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颗摩尼宝珠可能很小，但是在学佛过程，以他们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个还是可以扩大的，扩大到尽虚空界嘛，是不是？还是可扩大。所以它会跟什么神我会结合。因为到神，我们也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我，啊，起码我们会觉得这个我是一个很小的我，我们是一个什么凡夫众生，啊，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能力很有限嘛，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说以佛法来看待，倒不一定认为我们每一个凡夫的力量有限呢，是不是？还是透过修行，是不是还是可扩大的？啊，乃至于我们说，这个仗三宝之力。对不对？我们说自己的用功，或者说啊，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至亲好友啊，这个碰到了这个困难的状态，那么我们说啊，我们愿意为他修点功德，是不是？啊，或者他往生了，我们也愿意为他这个做一些功德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可以透过诵经、念佛啦，种种回向给他？啊，那么以在家啊，当我。就像我个人还没出家以前，我们会觉得可能师父比较厉害，比较了不起，我们请师父。那其实我们说，等到我们自己当了出家人以后，我们也发现，哦，我自己的力量也有限呢。
那怎么办？我们是仗三宝之力的，其实仗三宝之力、啊、尤其啊，比方透过智慧的话，我们会比较有信心。如果我们还如果没有慧学的熏习，我们可能还会心虚呢，是不是有可能心虚啊？因为毕竟也还是凡夫啊，啊，还是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嘛，啊，跟在家人的这个差别，啊，虽然哎，粗粗的从外向看是有差别，对不对？但内心差别到多少，那就是看自己的自己下的功夫问题，啊，所以呢，说实在还是怎样仗三宝之力。既然仗三宝之力的话，那在家人是不是一样也可以仗三宝之力啊？对，在家人应该可以是佛弟子啊，对不对？啊、嗯，那么尤其我们主要还是因为对我们自己的至亲好友的那份执着情执，所以其实直接是不是还是可以感应的？啊、嗯，碰到自己的至亲好友的过世，说实在是自己的那种悲痛，是不是自己才知道啊？自己最能够体会，这个也别人所感受不到的，也因为有这份悲痛，是不是自然能够相应？再加上什么仗三宝之力，对不对？仗三宝之力哦，好。那么以上哈、比较属于从正法，也就是说从甚深的法义去理解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四至六页呢，这里其实会有很多的方便法。啊，会有所谓的方便法，像念佛、持咒、念天，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哈、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想说，哎，那怎么来看待哈、好，那么在佛法时期啊，对念佛来说的话啊，会有什么样子的啊？是不是就已经有念佛法门了呢？啊，因为所谓的佛法时期，是不是以声闻为主之解脱同归啊？以声闻法为主嘛，哈。所以呢，比较会从什么如何解脱？其实三学八正道，戒定慧三学是不是提供我们解脱之道啊？解脱之道嘛，哈。那当然，如何的这个生活必须要怎样八正道？所以要正见正思维嘛，对不对？那如何正见正思维？是不是还是透过慧学？啊，那如何能够正语正业正命？这是不是戒学？啊、还要正念正定正精进，对不对？这是属于什么定学？三学八正道其实它也是怎样，是结合在一起的，啊，都是提供什么解脱之道。好、那在正常的八正道之外，别有适应性强慧弱的六念门。啊、我们说这个要走解脱之道的话呢，慧一定要强。是不是才解脱得了啊？啊，因为唯有透过慧，是不是才能解脱啊？但是我们说，其实当然光是透过慧是不够的，啊，也要怎样持戒，也要修定嘛，是不是？啊，但是呢，在戒定慧三学里头，是不是以慧为眼目啊？才看得到道路啊？能不能提升得上去？其实是慧学，慧学是主要的关键啊。但是呢，在当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些信仰心比较强啊，慧比较弱的话，那信强慧弱哈、那种依赖的啊，仗他力的那个情况会不会重一点呢、如果我们纯粹信仰哈、说实在会比较仗什么仗他力，仗诸佛菩萨的力量。慧强之后，其实我们慢慢把他力转到什么自力来，力量的力哦，对吧？仗他力就是哦、全部要仗诸佛菩萨来给我们加持嘛。好，那当我们说其实仗他力这个在成长的过程来说的话，我们常说，哎，当我们这个是个婴儿是个儿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有父母师长来教导啊，来养育，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说，当我们成长到这个成年之后，能不能一直仗着这个啊？啊，所以我们说，哎，以父母的角度，希望将来孩子是不是还是能够自立，这个独立啊，这什么能够自立门户，能够成家立业，那是不是也要给他好的教育啊？是不是透过教育的话，他就有改善的机会？不是一味的怎样
依赖父母师长，对不对？所以啊，透过智慧也会让我们那种智力会增强的，自己的力量会增强，而不是只有仗佛菩萨的力量，甚至我们透过慧学，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鼓励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发心了？菩萨不是只有都是别人的，是自己就要去参与菩萨的行列啊，对不对？不是一直让菩萨来照顾我们呢？哦，纵然是凡夫，能不能当菩萨？一样可以当菩萨嘛，对不对？只要有慧，要修慧啊。当然，那个踏上去的一个关键，会是在什么发心菩提嘛，对不对？透过波瑞，是不是就是让我们能够福心呢？啊，那如何的福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现象上不要一直去追求，啊，因为我们一般世俗人就是不断的在追求现象嘛，而能够怎样离相、明相、灭相，是不是就是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啊？而且要去实践，不是只有理论哦，不是只有想通而已啊。其实从实践当中也会越来越想得通，啊，从想通当中是不是越来越愿意去做啊？这个都是互相增上的哈。啊，那么在佛法那个时期，其实还是会有性强慧弱，啊，那么就会有所谓的六念法门。那六念法门就是念什么？念佛、念法、念僧，啊，念师、念戒、念天，啊的这个天，那其实呢是修定，啊，其实就是要念定的意思，啊，因为修定容易跟天怎样相应嘛，哈。啊，那以佛法哈，啊，佛教的这个角度，其实也不是说希望我们跑到天界去啊。好，所以在念佛、念法、念僧、念哈，啊，念戒、念师、念戒、念天嘛哈，啊，或者念定来说的话，首先是不是就有念佛法门啊？其实就有六念哈，啊，这个在六念门里头，其实已经有念佛的法门。所以我们说，其实念佛法门起得很早。非常的早，啊，尤其到这个初级大圣，是不是也有念佛，啊，念佛法门的那种普及啊？那是因为大圣法，啊，啊，那么在佛法那个时期，因为在忧愁恐怖啊，尤其特别是这个濒临病重的死亡边缘，是不是就更重视要这个修六念门，才能够得到内心的什么平安？是因为有所依靠。是不是也还是有所依靠啊？好，好，所以呢，在修念佛等方便啊，如与慧去相应啊，所以呢，还是要跟什么慧相应？因为在佛法时期来讲的话，其实慧学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以声闻为主之解脱同归，声闻是在声闻什么？就是佛法的智慧嘛，是不是？佛陀不断的在说法，在说什么法？就在告诉我们真理法则，那才是至高无上的智慧，也才是怎样能够通彻一切的嘛？真理法则是不是可以通彻一切啊？不是某某人的定律而已啊，对不对？我们有什么牛顿定律啊之类的，对不对？那个所谓的定律，是不是都还有一个限制啊？它物理条件上是要有所限制，那么它的物理反应会如何如何啊？定律本身有限制，真理有没有限制？没有任何限制哦，它是没有任何限制哈，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修念佛等方便来讲的话，如果跟慧能够去相应，尤其在佛法时期，本来慧学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提供什么解脱道啊，就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人生的这种生死的什么。苦迫嘛哈，所以呢，就算是信增上人也可以正果，啊，所谓的正果是不是能够正到涅槃啊？那正涅槃是不是也要有慧学，还是要与慧相应啊？纵然我们说啊，信比较强，慧比较弱，但是也能不能改变呢，啊？在因缘法是不是还是可改变的？慢慢的，啊，让我们的慧力也可以。因为越去熏习慧的时候，其实我们慧力会越来越强，对不对？所以它也一样可以证果，这就所谓的四正境
四种去可以验证的清净。那这四正净呢，就是要证什么？证佛、证法，就是佛法僧跟戒，是清净的，叫做四正戒，跟六念门很接近的，是吧？所以呢，佛法时期其实也有念佛法门，不是没有，但是它比较属于怎样，性强慧弱。但是呢，也可以也透过这样的，起码它还有点慧，是不是还可以去增长它？还是可增长，所以一样还是可以证果。因为佛法时期是不是还是以解脱道为主啊？解脱道一定要跟涅槃去相应嘛。涅槃如果没有透过慧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世间法有没有涅槃这样的事情啊？没有，世间的学问没有谈到涅槃这个部分呢。纵然是其他的神教，都还是天道而已啊，是不是？天道是不是还是属于世间法？其实都还在世间法，为什么还在世间法呢？因为它还是没有解脱生死的问题。只要生死的问题没解脱，解脱之前，是不是都属于世间法啊？所以所谓世间法，就是受时间、空间的什么束缚？生死本身是不是也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啊？我们随时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最后这辈子终究呢，还是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就是死亡，对不对？好，那佛法时期有没有持咒呢？咒术本是佛法所禁止的。其实，尤其佛陀那个时代，咒术也很多啊。因为是不是还是有婆罗门教，有各种外道、神道，跟咒术其实是非常的紧密结合。佛陀一直都是不赞许的。那念天来说的话，其实是念自己所能够得的天界庄严呢。为什么还是自己所能够得的啊？因为在解脱道，是不是还是想要解脱自己的生死问题啊？因为这个能不能解脱是智慧的问题，但是能不能行菩萨道，是不是心量的问题啊？也要有智慧的基础，心量大，那么就是行菩萨道嘛，因为悲心比较重。那以声闻为主的时候，难免还是从自我来做什么，做考量哈。所以呢，以佛法时期来说的话，它或许还容许印度群神天的存在，但是呢，佛弟子呢是不敬信的，不礼拜的，那佛与人间弟子呢，胜过了诸天天神，诸天神是佛法的根本立场。佛教并不是否认了天道，并没有否认神，但是呢，其实也不大跟神去打交道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认为佛陀是人天导师，是不是？因为解脱不解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不是神的问题，不是神要不要让我们解脱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要不要解脱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说，胜过了诸天神是佛法的根本立场所以我们说，要认知佛法的什么这个本质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难免还是会有点方便法那么到了初级大乘佛法来看待的时候呢，所谓的念佛的因行因为念佛它属于因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念念的佛号是不是都在下因啊？而且在念佛的当下，是不是都会是善因啊？烦恼很重的时候，我们说佛号已经远在西天了，是不是？佛号念不来了，烦恼都来不及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如何以一般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如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有的就我们赶紧念佛，是去取代它，对吧？不过只是取代，但是这个都还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因为烦恼要如何连根拔起的话，其实是智慧的问题。用念佛法门，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烦恼能够怎样服，能够沉浮一段，但是它根没拔起因为我们的烦恼是因为无明的缘故嘛。那智慧它是不是光明的？光明点燃了，那个无明是不是自然消散了？无明，他不能说我就要存在在这，我是这个
独一无二的，我是可以主宰不变的。无明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所以我们说千年暗示啊，一灯能破什么千年暗示嘛。啊，纵然我们数世劫以来的无明，如果我们点得了智慧的光明，是不是就有机会去照亮它？啊，好，那么所以所谓的念佛啊，它属于因行，就是它在下种子的，而形成菩萨道的什么六度大恨。啊，那么因为所谓的念佛，是不是也是要经过菩萨道啊？啊，而成佛嘛，哈，所以念佛而造像。造佛的舍利塔，啊，由念佛，那么还会再发展到怎样呢？啊，去造佛的舍利塔，造佛像，乃至去供养佛像，礼拜佛塔，啊，礼拜佛像，称念佛名，这个都是成佛的什么特别方便方便法，就等于不止念佛，还可以再继续去扩展了啊。对吧？因为佛的舍利塔是不是也如同佛的存在啊？我们看到了佛像，是不是也让我们去起了这个念佛的心呐、啊？对不对？这会不断的扩展，所以呢，就会有往生净土的异行道。啊，尤其我们比方说，真的很多人是怕自己轮回生死，然后堕到三恶道，没有把握，所以我觉得，哎，我干脆往生净土去。啊，那其实这个其实会比较出离的心呢、欸。是不是出离这里？不是哈、啊，等于是怕自己没把握。说实在，以净土法门来讲的话，应该是大圣法、欸，啊，是大圣法。所谓的大圣法，是不是应该以利益众生为主，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欸？哎，是不是？所以其实净土法门，啊，本来应该着重在哪里啊？庄严净土，庄严净土。啊，但是呢，后来会变成说往生净土，其实会变成是比较简单，易行道，就是说它理论上不用太多，啊，是因为觉得生死苦迫嘛。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以人的心来讲的话，啊，导师在成佛之道里头也告诉我们，其实有三个阶段。我们刚开始学佛，是因为希望学佛比不学佛要好，我们才要来学佛，对不对？这是不是叫增上心呢、啊？增上心，啊！但当我们一旦有机会学佛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个人生苦迫，而厌离心、出离心会起。但是我们说，光是出离心，我们说这个又不够究竟圆满，对不对？所以应该要怎样？事出事入而无碍，啊！那其实呢，菩提心它是更长久的。其实才是更长久，倒也不是说把增上心发完了才发出离心，出离心发完了再来发菩提心，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的菩提心是不是其实在最早的地方啊？啊，也就是说，成佛之道来说的话，当然，以所谓的菩提心，在这个时候就要，因为这是菩萨道，它能够走得最长远。因为这个完毕了，是不是才能够成佛？啊，但是呢，有一些他发的是什么出离心，就是走声闻的这个部分。如果只有发增上心，是不是就是走人天呢、啊？人天圣。但是呢，我们说其实直接发菩提心，是不是就走这条路？这个叫做什么直入型的？有没有直入？好像搭电梯。找一个那个直通顶楼的电梯，但是有的地方呢，它非常的高，规模很大，它可能就会比较迂回，从这里到这里，可能从这里又到这里，然后再回小巷大再上去。当然，这里如果回小巷大，说实在，它也没办法直接这样子回，它还是要从，它还是要有下面的基础哦，啊，所以成佛之道会有这样三个阶段来说的话呢，还是。不离所谓的什么增上心，啊，出离心，乃至于什么菩提心，啊，好，所以呢，那么这种菩提心呢，往往是不是也是让我们从凡夫一直到什么成佛的过程，啊，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什么方便法，啊，方便法，啊，我们这个讲到二道五菩提里面有般若道跟方便道哈、啊，的这个方便道哈、啊、跟一般的这个
我们一般的方便善巧其实是非常低的部分，在现象上的方便善巧跟方便道上的方便，那个是什么？那是不是智慧上的成熟啊？方便道在般若道之上呢，有没有？的那个方便道哈，是在讲甚深的因缘法的方便道。但是我们说，如果在下面的这个阶段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方便善巧？在现象上有很多的方便善巧的方便道，哦，所以像往生净土这些说，它比较属于方便的异行道，异行啊，异行道。哦，那导师也曾经讲过说，异行道难成佛，难行道易成佛，是不是？啊，如果在秽土，它是难行道，在秽土里面修行真的很困难的，但是也在秽土当中，是不是才真的有得修啊？啊，因为悲苦的众生多啊，是不是真的去行菩萨道的机会多啊？我们如果到净土去的话呢，说实在，我们都还是最下面的。哦，那里我们想要找对象来服务都人家都每个都比我们更好啊，我们是被服务的，是不是？去那里是被服务啊，我们在秽土，我们很多人可以让我们来服务啊，对不对？哦，但是我们说，哎，真的要成佛的话呢，是一定要福慧双修，要悲智双运，哦，悲心也要有对象的呢，哦，所以呢。到净土来说的话，啊，当然去净土可以去充电学习，学习之后要不为安养入娑婆啊，是不是还是要到秽土里头才有菩萨道可行啊？啊，要去建设，把秽土转为净土，这是菩萨道上的啊很重要的功课啊，叫做沿土熟生嘛，对不对？是不是要沿土熟生？啊，是方便道上的，啊。那当然我们说还是要透过般若道先要怎样福慧双修啊，之后我们是不是才有能力啊，当我们去验证了涅槃的境界之后，我们才可能自在无碍，方便全巧的来怎样适应众生，恒顺众生，是不是啊？不然的话，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说实在我们的那个善巧都还很不足的，因为我们智慧都还没开啊，对不对？还没有去验证到嘛，还没有见到啊，哦，但是呢，纵然难也得要做啊，对不对？哦，好，所以由于当时候的这个佛像流行哈，在与初期大乘佛教来讲的话，其实佛像的出现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后才有的。啊，在部派的时候没有佛像哎，啊，所以比方我们今年的这个印度之旅以朝圣为主哈，明年可能还会再加上石窟。啊，加上这个桑岐的这个孔雀王朝阿育王，啊，曾经在桑岐呢建造了很多的什么舍利塔，啊，那舍利塔呢外面都会有很多的图像，啊，尤其在牌楼啦，啊，在栏巡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图像，但是在阿育王哈，啊，的所建设的这个舍利塔来讲的话，啊，不管怎么样找寻都找不到佛像。找不到佛像，佛像的出现在初期大乘之后才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佛像流行的时候。好，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